欢迎你好欢迎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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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导哟哎你们俩恭喜啊新导别告诉我之前孙苗姐的相亲对象是你啊那当然其他人早就被我和邓云叔叔联手赶跑了哎呦你这个小机灵鬼啊去当个媒人都可惜了老陈我现在已经在现场了哟不好意思啊这是谁啊奇奇怪怪的行啊你居然拿婚礼来威胁我还说我不来就要跟我绝交我跟你说我回国的事千万不能让陆曼知道什么人在我身后对不起啊四阳陆曼拜托了林沃为了兄弟的幸福你牺牲一下四阳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高山你在这儿你快跟我来一趟啊李小姐你先别着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冷静我们先想解决问题的办法你放心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哎高山高山你来的刚好这怎么了我的候选人李瑞面试出了问题现在要我出面调解现在非你不可吗这个候选人是我从头跟到尾的现在帮我代班的同事根本不了解状况而且我答应他我要对他负责的我真是上辈子欠你的我真是高山你怎么回事刚才说好的要一起按住他的呢两个小时只需要两个小时我去开车你要送我不然呢我一个人在婚礼现场我多尴尬呀谁最好呀你我是谁你是我老公我的天哪你们俩是认真的吗 Lisa 无论如何帮我拖两个小时哎走了哎哎你怎么这样我是个孕妇哎你怎么能让孕妇做这种事这怎么回事啊这宾客都到齐了他们俩去哪儿了呀是啊素颜你赶紧打电话问一下好这两个人在搞什么这是哎那不是高晨跟林沃吗他们干嘛去啊他们呀又去做救世主去了胡闹着算了年轻人你随他们去吧啊我觉得你爸可能会杀了我没事啊我会替你求情的至少留你一口气导航上说过去路有点堵我相信你我要踩油门加速了准备好了吗高太太准备好了高先生